我是北区卢桌会18号吴永峰啊，今天很高兴哈、在此哈、为大家服务哈、因为今天本会获颁啊世界总会啊获颁本卢桌会获颁世界总会会长奖，因为本会啊会长表现十分杰出，因为在会长及会长、会主干部、会兄、会嫂、会姐夫及会姐的通力合作之下，本会大家全力冲刺，做好各种的社会福利及社区服务，使本会表现十分杰出，获颁世界会长哦，分会长，分会长奖，哦，啊，在本会在这个区主席及区主干部，总会长又亲临本会来面临那个鼓励哦督促之下，所以本会全会上下哦，大家都共同来为本会服务，提出贡献，使本会表现杰出。因此，本会的会长获颁世界会长分会会长奖。哦，啊，这会长有交代，这一切的功劳都是全体会主会兄会嫂。会姐夫，啊、哦，会姐的功劳不是他个人的，谢谢各位。好。